南无消灾延寿有时候，南无消灾延寿有时候，南无消灾延寿有时候，南无诸位法师菩萨宣地时，大家消灾吉祥。南无今仔日每一个人对着法，每一个人要修持，拢一直想要家己落手。当然，每一个人的成功点。每一个人有希望，在座所听到你也是要成功，你也希望跟随着佛的脚步来修行。咱重要性就是要以佛为主，以佛为主，因为咱是经教，经教咱教，要安怎修持法？法会当妙用着感性法、理性法、甲佛法，所以讲。咱讲出来的话里底，咱伫思维的当中，咱嘛是希望讲到咱的善机的法，有形的善机法，这介重要。讲到这世间话实在足忝的，非常的忝，有时讲了得阁解说，非常的忝。那么为着度化众生，为着语言的沟通啊，必须爱安尼做，因为每一个人无着对甲唔对。每一个人的口味，每一个人需求无同。人不但不是讲药师法门，咱个进入华严内底所有灵科、所有法门内底，咱嘛是爱通达，嘛是爱通达。你来看华严，我嘛是八十华严内底嘛是四十五部，我嘛是不断的精进法来伫个众生。那么虽然无同法门，但是是法法相通啊，法法相通。咱为着你个众生，众生的需求，众生的需要无同。话讲啊，你都专修这药师法门啊，药师啊，嘛是通达华严，药师嘛是通达灵科，药师嘛是通达妙法莲华经。同款的自然心法，有形的存在，每一个法内底拢有形的存在。伊拢真虚空偏法界有性法，拢是真如的目睭的，同款的意思。所以讲，药师法门内底，唔是个限制一个药师，是爱了义广大和众生不可思议的药师啊。那么搁下面，来以众妙诸故啊，强经强用，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即恶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是恩莫的。咱啊，恭敬供养药师佛，咱所欲行行未行行，欲来临未来临，这完全解脱。咱虽然看无，但是这无已经动作了。咱的车的关，咱的开刀关，伊早就动作咧准备啊，准备咧等咱。所以咱啊念佛，伊啊天龙八部所有顶关遐看讲哦，闪过哦，当然咯，药师佛。就是照微妙法力个，就照微妙法力，只无相啊，伫遐咧干扰，只无相啊，伫遐插过，伫准备啊。咱有好修持，有咧回向，有咧伫个众生，咱会消足一业。咱虽然看无，但是顶观只无相啊，早就看到。包括只不吉祥个啦，也慢慢消除。这车的关啊，这水关啊，所有咱的囡仔是谁的关卡，拢会道道减轻。修行哦，伫这家庭哦，足歹修呢，也要顾虑咱个人，也要顾虑这家庭。等下就回应迄个，回应迄个，这一定的道理，这必然的道理。为着这家庭，为着咱今仔来这娑婆世界，所有这结成这六亲眷属，一定爱安尼做。上面搁修行来助缘着咱的六亲观想，搁下面，既然世界文物不能违法，何以水火道毒显染恶相施主火龙显比毒蛇恶邪五光幽炎文明顶部六灵至心意念必须恭敬供养，以及部位解脱解脱。这些六道众生啊，包括要害咱的这些就恶相啊，像迄霸共款啊，蛇共款，拢要甲咱咬。
内心也有啊，会甲咱欺负啊。咱只要念佛，咱只要念佛。这到底是念佛有啥物种特殊？有当时啊念无滋无味啊，念到尾毋是咧念三回，啊，我倒有咧念呢。哦，我念咧规身躯艰苦呢。吼，规身躯全火咧倒啊呢，逐项来拢有啦。有当时气味寒，有当时啊念呢，规身躯一直晕昏沉啦，规身躯想要生气啊，迄拢有呢。即拢乌青啦，即牙工拢甲你咬。咖喱的肉，素喱的血，哪有这种物件？是让无数劫数来讲灵地的时阵，人的念佛就走出来，这种会走出来呢？你念佛咪该灵地呢？但是不懂啊，你是咧消你的业，你该念你就知影，这垃圾的垃圾，规个的水都嘛看到。清气水若拉落来，底垃圾咪拢浮出来，哪有这样？我唔知，系拢咱的物件。爱生命拢这款物件是虾米人的？唔免惊吓，既然家己的，你着家己去偷。这是做自然的啊，无怨天，无怨地啊。白色内底所有物件，你也家己清啊，哪有这样？你交我无共啊，每一个无共啊。每一个人一趟粪扫，家己倒啊！你倒偌济就穿偌济，得轻安自在啊！一层一层的业，一层一层放嘛。这是互相的勉励而已啊！人不但要拔这业，而且要去度化你六亲眷属、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啊！学道卖杀业，难怪去杀业，竟然唔只是一苦。我过去嘛做杀业呢，还未出家当中二十几个一直杀业啊，所以讲咱拢会忏悔，一直叫人放生，叫人就唔要阁杀业，啊替众生想，是拢过去的父母啊。咱今仔日咱也慈悲心，咱自然得。咱的病苦就减度，是为你的外相同内相，是你为你的内相同外相，这拢是必然的道理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一人行为伫外相的动作，就会当看伊内底入去，迄拢是内底机灵发出来的嘛。情绪歹，定讲情绪歹的话嘛；人啊病苦，定讲赤伊的话啊，这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咱唔能袂记住。当你若吃药烦恼的时候，你念佛，道道都清凉，足足底都清凉起来。我家本身嘛同款啊，所有艰苦当中，你若念佛，伊的心是拔起来，尤其众生足侪在座所听到这法语的当中，爱记一句话，因为咱本身有的是病苦所心造。只要病魔师所心造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念佛。但过检查无病啊，心脏也无安怎，对，一定要念佛。只要病魔师偷偷你就看到，头也袂晓偷，迄、那个甲毋知影原因，偷偷你就知影变啊偷啊？为什么？因为你到尾念到尾，你就找到迄个根源。迄总源头，你甲念落来了，一条啊一条，烧烫烫、微微整就走出来了。即个蜘蛛网，互你看到了后，你才有当偷。每一项大家都袂晓，来三成会晓，因为许个愿意学，只针对你内心尔嘛。啥物人甲你上好？你的心甲你上好。上界有情的，就是你的心啊！伊家己生，家己死，已经轮回无量无边啊！心啊，心啊！你教我生，教我死，边啊周围的人是甲咱免的，有时听到
心会酸，爸爸妈妈，火未来啊，你会对付做去。那么我若对付做去，诶，我爱加这个心啊，心啊，咱两个即马要去对。迄、那个我甲心要去对，心是爱念佛。我有甲你助缘，我有甲你接引，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讲，你念佛是正确的。啊！我念阿弥陀，我念药师如来，拢可以，我无反对。当然，我修药师法门，我一定要讲药师佛内底经要，当下的净土，未来琉璃的，咱清凉啊！咱念了，咱的烦恼彻夜，自然就变清凉的琉璃的。这是当下净土啊！咱的艰苦，吃也烦啊！食又食袂到，贵人袂显现啊！生不如死啊！无奈啊！你念佛，迄、那个无奈你就看到，看到迄个地界，迄、那个意思显现，迄、那个食又显现，你就爱找迄个地界的念佛。咱众生就是安尼嘛，唔是迷就是悟嘛，啊！你念佛就是要悟界嘛。请佛入体嘛，要悟解智慧嘛，处理世间事嘛，这是足简单的尔嘛。啊，囡仔无乖，啊，囡仔无乖，用我内底心就家讲伊无乖啊，所以我念佛念迄个无乖的佛啊，伊自然就乖啊。因为你家己心定点啊，伊就做无乖啊。那么，迄个无乖已经点点，你家己袂记住，迄个无乖已经甲你甲定点啊。当然讲好啊，你讲我无乖，我就无乖，无乖互你看。啊，当然你若家己啊，迄个无乖啊，自然伊就乖啊，因为你个无乖啊，有家己啊无伫内底，伊自然就乖卡。啊，乖卡外向，伊就改变的乖卡，拄着好一面啊，远离恶有亲近善知识啊，是你该转变。伊阵咧就转变啦，这佛足好用个啦，这佛足好用个啦，念佛足妙用个，咱个心境咧转化轮嘛足紧。所以讲，咱啊这部位，咱只要虔诚念佛，各下面恭敬供养，而且部位解脱解脱，咱供养药师抽落来，供养药师佛，点灯供养。把我们的完清制度改完设计，咱众生就是有一些说无神论的，无神论的，那世间就我上大，不是这样啦。当然有他的理论啦，但是咱是照经文啦。当然理论是他的啊，咱不能说对不对，但是咱依教奉行啊，有时候见讲啥，咱就要讲啥。咱也毋免借助啥物，搁再特殊的奇怪，所以只要完全借助这部位的物件，你一定爱搞分析个。后壁有人啊饲电脑，有人按钮咧该饲个，要好甲歹，伊逐工咧该敲盘。伊若饲咧有这么好，伊若饲有这么严重，后壁完全借助底下饲个啦。迄个是等着敲，啊看着办。吃要消命啊！伊载的气流都无同啊，吃要解好处啊，这气流嘛无同，好处与不好处，气流一定不一样。所以恭敬供养，以这个部位解一解脱。你咧恭敬，我咧相信啊，相信你果啊，有因果果，一定世间烦恼来，都烦恼去。那么既然当解脱。吃所有无形贼啦，有形贼啦，吃，甲咱抢来吃，伊大大就远离。哎，啊，众生的奇怪啊！啊，我念佛的思想，甲每一工看到的，而且精神，甲咱无念佛所拄到这精神因素物，敢会无同？当然无同，情绪嘛也无同，心境嘛也无同。这些专念所来这些经神也会不同，有念佛的经神不同，
啊，我今仔无修行，会惊蛇所拄着嘛会无共。啊，我有念佛，我讲出来这话，甲无念佛讲出来这话，嘛会无共。为什么？因为你有修持，你心安自在啊，你会心安自在啊，你清凉自在，你发家味，发的加持啊，嘛自在啊。伊当然讲出来无共啊。啊，我若无念佛，我用我情绪化。是讲非，非讲是，情绪若好，讲好话；情绪若无歹，若歹就讲唔歹话，一定的道理啊。那么修行的情绪嘛会无同，哦，这种介重要。所谓内底甲你干扰众生，包括你要讲出来众生，你唔通讲以为讲啊，我就咧讲话，讲话外上有人咧甲你把关咧，甲你当官，当官你的语言。事实上，这个读壳的当中，这个电脑 IC 版，嘛有是人咧甲你当官。嗯，啊，就我的话，对啊，你的话啊，但是砍处咱唔知啊。啊，我该讲话，我就讲车，哎，讲车嘛唔是你来讲车啊。啊，为什么？因为你讲车是面对你讲的，你若讲车是正确的，边个人较听袂下？应该讲出来，大家拢会下啊？为什么人袂下？因为也够迄个五级的思想，我伫遐啊。你讲好，人敢着听好吗？不见得吧。啊，无要安怎？你念佛，你修行所讲出来赞助的当中，无言一言，无说一说，照因缘、照时间、照空间一说，这个物件无对，敢唔对？这是合情合理法，这是轻安的法。这是自在法，这是明理的法，安然自在法，不可思议的法。用六字法，你当然讲出来都无同。这经文内底拢在甲咱讲，只要插啊袂甲你乱呐，只要六插袂甲你乱，心境恶杂袂甲你乱，袂甲你乱。你的意念呐恭敬如来，咱自然就解脱。有形的存在，咱前面都讲过啊，不是要死的要命，咱们要死，我们不要要命。有时是咱每一项物件根源，做了对就是有时，做了不对就是要命。所以每一项拢有形的存在，经济嘛是有时啊，处理代事嘛有时啊，是医生啊。咱上惊，搁会那袂？上惊这，讲伊会，伊袂；讲伊袂，伊搁那会？真正会，这是有形的存在，有数。这是宗教的信仰的有数。那么，咱伫这人世间内底感性甲理性所判断、所处理的，你只要念佛。拢通达有形的存在啊！这是咱要爱根源啊，唔是讲拜宗教之的。咱该甲有书法文内底啊，一十二大愿启示着感性法、理性法、妙用法，这是有书应该予咱众生的利益，或者随心妄愿、消灾延寿，甲有书琉璃光，感性、理性、法性。这是咱应该有的根源，因为众生，咱若无修这个法门，众生忧郁症、躁郁症，个人的情绪太乱了。人苦困人念佛，人也减轻烦恼；人未生气，人未掠狂。为什么？因为佛在内底，当然如同清凉月，伊自然得到清凉，再清凉，自然得。平安再平安，用药水十味大观，伊个微妙妙乐啊，会当伫咱体内只完全即种安然自在无种个，伊只袂差，病魔也只袂一直起起来，病上惊发病之病，伊阵是安稳。不但只病苦完全即种有当安稳，伊听到药念药师如来，伊嘛清凉，伊嘛当解脱安然自在。
伊嘛爱个功德啊，伊就是咧该吵，就是你无功德好，伊要该吵啊。你个念佛好，伊就袂该吵，因为伊有功德啊嘛。你恨我，你恨我，我哪要恨你？我伫咧想起，我咩恨你？但是你个念佛就伫恨伊啊。恨者还亲，这都会死人者。伊爱欢喜啊，伊爱自在啊。你恨伊就袂该吵啊，啊无该杂啊。啊，乱去嘞，乱去嘞啊！啊，乱囡啊！啊，你看奇怪啊，走蛇落蛇啊！当然啊，伊咧做囝，我咧烦啊！伊秘伫内底，有当出来外口吵咱嘞囡仔是蛇啊！没事惹事啊，无代志惹代志啊！伊怎啊甲你作弄啊？这拢爱回应。这拢伫药师法门内底，这经文所发生的一定啊，一拆开，一拆开，才知影讲哈，原来药师法门拢咧讲咱家己啊。药师行持菩萨道时啊，所有度到这众生啊，一度化众生啊，咱就感受足济，感受足济。那么，今仔日既然药师法门这么受用，咱嘛要希望咱所听到的人会当推广这药师法门。伫经文所讲啊，你若推广药师法门，教人念佛，教人修行，教人上药师经、药师宝忏、药师手录来本愿功德经，拢是利乐的，拢安全啊。因为咱是教人修行啊，唔是教人作业啊。福报介大呢，地位介有呢，因为众生你予伊食穿，遐拢会歹，慢慢会灭掉。唯有戒念佛、诵经、礼忏，生生世世到成佛，拢袂去歹去，嘛袂去无去。只要政治，啥物政治都会歹，唯有法。佛的物件政治袂歹，因为佛我无变，佛的地位无可限量，所以讲咱叫人念佛，教人修行，所有功德无当胜过啊念佛的功德。人念佛是要成佛啊，众生的轮回啊，伊该讲该善恶。也对啊，也天人啊，啊不是对着天人念嘛，啊你解脱，念佛是种解脱啦，是要佛的世界啊。所以讲，伊这种物件是用不尽啊，妙用无穷啊。只要有一天形成了，伊嘛会成就啊，伊嘛会道理啊。因过去那不是你给我度我念佛，我今仔去。无一个高位啊，伊嘛感恩你啊，哦，介重要。所以讲，修持对咱每一个人，着心观修，家庭拢足圆满。哦，有收入来的加庇，每一个人拢会当互咱消灾吉祥。那么时间咧过嘛足紧啊，伫咧语言中说一个又搁过啊，嘛是感恩每一个人来扶持。那么我一直不断甲有收我们。用咱的辛苦，用咱的辛劳，一直来服务出了众生，但妙用众生，感觉这法味，互每一个人去感动。啊，时间的关系，咱感恩法师，感恩这菩萨，给我这个机会，感恩。